全部系列呢是阿树斯今年在工艺上面的一个提升的一个作品。然后它其实它最特殊的就是它的用不同的材质，就是一些材质之间的结合，像比如说它的竹格就是天然的材质，还有金属的材质，还有再来就是这里铝的材质，都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一起去做研发设计的。然后除了外在它是非常特别而且非常有设计感之外，我们在内在的部分也有一个很特殊的设计，叫做 SHE 的技术。 SHE 的技术呢，它兼顾了省电还有效能的部分。在省电的部分，我们跟对手比起来，它 battery life 大概可以长大一倍，对方可能是5个小时，我们大概是10个小时，那我们在 performance 的部分，效能的部分也比对手多了 10%。 然后这部分就是我们把这两个能够做到这两个方程的功能叫做 SHE 的技术。所以本部这台它是内外兼具的一个机台这样子。